我是瑞，在公司主要的工作是负责业务的销售。平隆普烧鳗主力生产普烧鳗鱼多种口味玉子烧及普烧水产品，通路涵盖批发及餐饮。不管是在外销日本还是国内销售，鳗鱼的品质坚持使用白鳗，就是所谓的日本种鳗鱼。对于国人对食安的重视，在品质管控上也由公司的专业品管团队严格执行，并可提供相关的检验报告。有任何的品质疑虑及退换货的需求，公司也会竭尽所能的帮助客户，避免造成不必要的风险。而在客户服务上也提供多样化的模式，针对客户的需求，不管是真空袋、口味及成品，都提供客制化的服务，并可提供商品的单图供客户使用，省去了拍照的时间。我们所重视的是与客户维持良好的关系，尽可能在能力所及之下亲自将货送到客户的手里，不仅可以跟客户有面对面的互动，更能营造出双方的信任感。进行良好合作后，我们也相当重视售后的服务，不用担心接洽完会找不到人，后续有相关任何的问题也都可以联络我们。开心合作外，最重要的就是让客户放心。公司在新商品的研发上也非常的重视，为了就是让客户也能多些选择，并会不定时的分享市场趋势及新商品的资讯给我们的客户，商讨未来商品的计划。针对原物料的成本上涨，公司也会给予建议的规格或是分切的方式，有效降低成本而达到客户及消费者的满意。期待与你们的合作创造更大的市场，也让更多的消费者吃到满意的商品。